家好，今天我们的 DNEST 的道东 EVO 版本终于发布了，来我们先飞一下。已经回来了啊，今天的风景大了，看一下。差大概是3厘米的样子。我们原来这个 DNEST 的标配是大疆的 Mavic， 我们对无人机的选择一直非常谨慎，但这次与道东的合作，我还是非常惊喜。道东的整个的无人机性能还是相当不错，特别是精度非常好。今天的发布呢还没结束，还有更大的惊喜。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充电板，智能充电板，最新的版本可以兼容 3S 4S 的无人机电池和充电。也就是说道通 EVO 它是 3S 的电池，而大疆 Mavic 是 4S 的电池。原来他们是不能够共享一个机槽的，但是现在因为这块板子可以了，现在就演示给大家看啊。同一个机槽，同一块板，来，我们再飞一次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 DNEST 的道通 EVO 版本发布，还是我们的兼容版本的发布。那什么叫正式的发布呢？也就是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就可以下单了，我们就可以生产交货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发布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